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有人跟踪我。不要害怕，跟着我走，前面有个治安亭，我们现在那待着。他们说的有我的把柄，让他们看到我就完了。明白。那边有商场，进去之后啊，给家人打电话来接你。就不能去个偏僻的地方，把他们甩开吗？快走！哎，等一下。嘿，怎么了，哥哥？你拍我干嘛？ 你跟后门那两个人是一伙的吧？拍你是为了留下证据，收手吧。如果有监控的地方，下意识低头害怕留下证据。当我向你提出解决方案时，没有丝毫求生欲，并且逻辑清楚，只要求去往偏僻的环境，第一反应不是疑问，而是愤怒，说明你已经事先料到了我拍照的目的。朋友们，路上遇到求助要先弄清楚情况，不要轻易答应对方要求。我是三井，给你一双识破危险的眼睛。